袁巴元再次发文撕张雨绮，居然还晒自拍欲与张前豪比胸肌。当天晚上，袁巴元就立马在微博发文喊话张雨绮，内容为：张先生，你是张小姐免费给你吃住又买车送钱，太高兴忘了我对你的警告，恭喜你会收获我说过的。这段话直指张前豪是软饭男，还配了一张准备修复微信数据的截图，看来是准备要爆料。袁巴元发文后立马引发网友热议，大家都好奇到底这对曾经的夫妻最后会闹成怎样。咋一看这个微博没有上一条微博那么疯，不过袁巴元也有再次强调，如果两位奇葩人士继续做不适合的事，自己会补上两位为人处事的素质黑料，疑似有两位的把柄在手。不知道袁巴元秀胸肌的目的是单纯想秀出自己曼妙的身姿呢，还是想和张前豪用胸肌一决高下。